王菊预测的不错，他说梅西会进球，阿根廷会赢。果不其然，梅西进的这个球也很漂亮啊，一个小角度的弧线球，内脚背晃开防守队员。虽然是友谊赛，但是还是能看出梅西的这个竞技状态非常的不错。据说是当天梅西就飞走了，球场上还有一个球迷吧，跑到场里边去拥抱梅西，但是最后保安居然抓不住，跑了一大圈才把他抓住。还梅西这次来吧，有一个结果就是把这个谁苏醒的身高问题给爆出来了。梅西1米7嘛，苏醒说他1米75，然后你看这个身高差。梅西穿的是足球鞋吧？苏醒穿的也是这个，看着也是这个旅游鞋吧？你看谁高到底是？